媒体都说他是天才画家，天才怎么了？我还是高考第一呢。就是这幅了。你干嘛？我给修竹哥拍张照发过去啊，你让我一下。这就是你发小画的？对啊。那更不能拍了。 这是碳画，拍照对他不好。那我不开闪光灯。那也不行。林寻啊，寻。这么巧。就喜欢这种画啊？不错啊，画的挺好的。什么挺好的？ 看得懂吗？有几分抽象，有几分怪异，还有几分苍劲的力度。从哪儿看来的？还不是你让我给柳思思写作业，我就研究了一下我发小的画。不过我跟他从小就认识，小时候还老跟着他玩，都没有觉得他这么厉害。后来他去法国读书了，回家过年就开了画展。他没比咱们大几岁，长得跟你完全不是一个类型。 那他是什么类型啊？媒体都说他是天才画家。天才怎么了？我还是高考第一呢。但是吧，高考就是一道分水岭。从他结束的那一刻起，人光凭努力能做好的事情就越来越少。 你找死吧！好，是不是找死？你还记得这句话吗？你是不是找死？是不是找死？这是谁说的真理？回来，回来，来，接着看好来。我不看。接着看，来，你来，你来看，看，回来。接着看，接着看，来看，看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来。看什么吗？看，使劲看，来。林寻。使劲看，来。 你先进去吧，等车来了我再跟你说。那你呢？等车呀。我穿的比你厚。那你去就去，快去。去啊！叫你穿那么少。 你不是负责搞定一切吗，李老板？这么快就熄火了？不是，笑我穿的厚，还沉呢！大过年的，看谁照顾你？